张小娴说过：“爱从来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，不曾被离弃，不曾受伤害，怎懂得爱人？爱原来是一种经历。这一生，有些人陪你看日出，有些人陪你看日落，有些人只能陪你看月色。”陈小春和小十六岁的妻子应采儿婚姻幸福美满，育有两个儿子。在应采儿之前， 陈小春最著名的前任就是张柏芝。张柏芝的初恋，一九九五年，朱永棠、陈小春和谢天华一起以“烽火海”组合的形式出道。后来，朱永棠在电影《古惑仔》系列中走红。一九九七年，朱永棠遇到了当年才十七岁的张柏芝。当年的张柏芝刚从国外回来，她要急着赚钱养家。朱永棠很快就爱上了这个年轻漂亮的小女孩。 张柏芝也对这个帅气的男人动心了。为了让张柏芝顺利进入娱乐圈，他不惜动用关系，甚至还让自己的亲哥哥朱永龙签下张柏芝。彼时的张柏芝还有着婴儿肥，是一个天然的美女，骨子里还有着一丝的倔强。朱永龙是香港著名的经纪人，他看人的眼光很准，看出了张柏芝有星途。除了电影和广告之外。 他更挖掘了张柏芝唱歌的潜力。后来，张柏芝还在歌坛斩获了奖项。时隔两年之后，在一九九九年，张柏芝出演周星驰的电影，一夜之间就走红了。走红之后的张柏芝就和朱永龙有了很大的矛盾。张柏芝以经纪人条件太苛刻，宁愿赔钱也要和朱永龙解约。经过这件事之后，朱永棠自然也和张柏芝分手了。这一段感情。 让朱永棠用了四个字来形容“血本无归”，可见他对张柏芝的这一段感情是难以言喻的复杂滋味。陈小春、朱永棠，很奇怪的是，在2004年，朱永棠就没有出现在《古惑仔》的各种聚会之中。朱永棠还曾在社交平台耐人寻味地说了一句：“有人不讲道义。”至于这个人，没有人知道具体是指《古惑仔》中的哪一个人。 陈小春、郑伊健和谢天华等人，每一次古惑仔聚会的时候，均没有朱永棠的影子，由钱嘉乐取代了他的位置。陈小春在《披荆斩棘的哥哥中》中提到过“风火海”这个组合，当时他只提“火”和“海”，并没有提到“风”，这里也就非常耐人寻味了，说明了两个人私底下根本就没有任何交集了。陈小春和朱永棠曾经有过两个交集。 他们同是《烽火海》的一员，又都共同出演了《古惑仔》系列。另外一个交集就是张柏芝，两个人同为张柏芝的前男友。张柏芝和朱永棠分手之后不久，陈小春就走进了张柏芝的世界。陈小春无微不至地陪在张柏芝身边，两个人还同游泰国，在一个露天的泳池中被拍到。陈小春当年一直都在否认这一段感情。 明眼人都看出来了，张柏芝绝对是陈小春曾经深爱过、爱而不得的女人。陈小春的很多歌曲都是写给张柏芝的。后来，张柏芝嫁给了谢霆锋，陈小春还衷心的送上了祝福。在二零零八年，张柏芝被众人作为谈资的时候，陈小春还维护着张柏芝。陈小春绝对是最佳的前任。有一些人只能在你生命中陪你一程，有的时候。 错过了错的人，才能遇到对的人。时隔三十年，陈小春和谢天华在节目中和朱永棠终于同框了。如今五十三岁，朱永棠目前主要是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。二零零五年和谭凯欣结婚，育有两个女儿。五十三岁的朱永棠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帅气和一身健硕的肌肉，取而代之的是油腻感。相比陈小春。 朱永棠基本就算是淡出娱乐圈了，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能够记得他了。朱永棠很感慨：“好久不见了。”这一句话带着浓浓的伤感，曾经的好兄弟已经渐行渐远了。从三个人的互动看出，陈小春和朱永棠还是有一些疏离感和陌生感。谢天华负责调节尴尬的气氛，很明显，他们已经没有了太多共同的谈资。 更多的话题始终都围绕着之前在组合时期的往事，从不联络到在节目中同框聊天，这也算是陈小春和朱永棠算是世纪大和解。陈小春来了一句：“我们很久没坐下来聊了。”这句话信息量极大。同样都是古惑仔的兄弟，陈小春和其他兄弟基本常见面，只有和朱永棠很久没来往了。陈小春还公开称。 朱永棠是一个很抠门的男人，以前他是朋友中最快有车的人。那个时候，只要他每一次开车出去玩回来之后，他都会让大家交油费给他。朱永棠也尴尬称，那个时候他身上没钱才会这样。满满的尴尬和陌生感围绕在三个人中间，这一场相聚充满了复杂的味道。陈小春明显有一些尴尬，一直试图缓解气氛。 一向真性情的他，明显有一些坐不住了，还借由倒水起身走动。他还恭维朱永棠头比较大，坐着就有大哥的风范和气派。陈小春在朱永棠的背后做着大幅度夸张搞笑的动作，一切都在掩饰自己的紧张。陈小春一直都是一个真性情的男人，他不想说谎，更不会伪装。期间，他还尴尬的玩起了手机。 很快，他们的谈话就结束了。只有谢天华说：“以后有机会吃饭。”陈小春并没有回应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保重。”陈小春的眼睛是盯着其他地方的，明显不是真心的。成年人的世界中，一旦有了裂痕，是很难恢复如初的。成年人的世界，悲喜都要自渡，能够和解，这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。纵然如此。 还是很喜欢陈小春的真性情，交朋友也是需要缘分的，就好比他和谢天华的关系就非常铁，他也非常感谢谢天华当年对他的照顾。陈小春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他更是一个负责任、自律的好老公。当张智霖、谢天华和梁汉文去做 SPA 和泡脚的时候，陈小春坚决不去。之所以不去，就是陈小春爱应采儿的方式。 他宁愿选择去做指甲，也不愿意去泡脚。这个小细节就看出陈小春是一个很懂得尊重妻子且有责任感、自律的好男人。正如林徽因所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真性情的人想法总是与众不同。任何一件事情，只要心甘情愿，总是能够变得简单。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，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。